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咱们这个大陆人现在放假了，我们这个香港人又得上班，你看他们这帮黑心的老板，这是平常让我在北京录像，然后呢一到公众假期了，大陆的公众假期知道香港还上班，就让我回香港录像。你说那香港人还不仅要上班呢，像有些人像我这样还比平常更忙更累，对、啊、因为大陆人放假嘛都来香港玩，你看基本上过去几天我早午晚三顿饭都是陪内地朋友来吃的。哦，是吗？是啊，哎呦，最近跟内地朋友公关的还不错啊。因为我是陪香港朋友，他们内地朋友多，那所以就是陪吃。香港人很会做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好客。不是好客，他们都是利字当头，你知道吗？在想当年十年前在商店里，香港人看见我们这帮什么叫阿餐呢，叫什么的，就瞧不起我们嘛。现在哎呦，你看这个香港人啊，他们这就是怎么说呢，我见到很多香港人在大陆啊，在北京啊，那叫下来表现的八面玲珑、一见到一个大陆人，可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是真诚的，他们是觉得，不是，他们是觉得现在跟大陆人搞搞关系啊，对他们有这个可见的和不可见的、回归之后的益处。回归之后，香港人越来越觉得有祖国的感觉，大家真的是一家人。你怎么就前十年人家就是不习惯，但是现在奥运之后，大家越来越觉得有没有，我们真的是一家人，所以就特别台湾话叫妈吉，就是特别兄弟。台湾人也这么觉得吗？台湾人，我们希望原来是这样的。好吧，那你这个问题要倒过来看嘛，文涛，这个倒过来，你刚才的说法是说，哎，内地人有时候不要太脆弱哈，因为香港人，比方说，假如真的是十年前，你说，哎。在百货公司哈，瞧不起对方的话、他不是瞧不起你，跟你无关，跟人无关，不管你红黄蓝白黑啊都无关、是钱的问题。对啊，人民币或者说那个钱，有钱没钱，不是说瞧不起内地人，或者说瞧不起黑人等等，跟国际没有关系。对，有钱就被人瞧得起，对啊，对吧？对，世界同行，我们大陆人就也是这样。大陆人更惨，说有钱都瞧不起人，我觉得连有钱都瞧不起。好，那就让你们看看我们这个熊壮的中国人民现在在干些什么。十月一号国庆节这几天的假期，我们也收集了各地的一些景观，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照片。你看这头一张被命名为人肉长城，这真是让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。你看这家伙游客，再看下一张，可以更近一点，长城啊，这么多的中国人在这儿散步，那举步维艰呢。举步维艰，哎，你说这黄金周啊，你再看下边，我们收集的是祖国各处，哎，我也在其中。这个我昨天上午在故宫，这是故宫进门口的时候，是，你知道就这么多，你看嘛，故宫进门口的时候，那这尾巴到底多久可以看得到故宫第一样文物？六十块钱一张票啊，现在门外都是黄牛党，你要不排队啊，买票120、150，我买那张100，这不能说是吧？好，再看下面，哎，这是哪？外滩，我的天哪！所以啊，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中国啊，其实你是很有这个怎么说呢？眼缘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眼睛啊，很好福气啊。这外国人那家伙，这百年不遇这种景象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那个你看，再看这个，这个你也能看到，我们的大陆人民在香港的 LV 门口也排队撒嘴了啊、对。但是接下来你看下面这个图呢，这个是双向交流，我们的香港同胞呢也在大陆，这是排队抢购这个回力鞋。什么叫回力鞋呢？回力鞋就是时尚人士马家辉今天脚上穿的这种鞋啊，这种啊叫回力鞋，布鞋嘛，运动鞋嘛，哎，就这种鞋，这种鞋我们小的时候穿的就是这种鞋。你洗脚了，我们小的时候穿这种鞋，到现在你看又回潮了，又回潮了。可是回潮它有所改变，我小时候也穿它，可是小时候穿的是布的、麻布的、帆布的、现在我这个是皮的，是像布的皮啊。对，其实卖更贵，可是效果一样。罗湖上也常买了时装，在铜锣湾买。刚有一个照片在尖沙咀啊，都在排队购物嘛，很好玩。我去了一趟尖沙咀，因为吃饭在那边哈，你看到啊、内地同胞啊，带着很多人民币来购物哈，来排队，然后呢轮到外国游客洋鬼子啊，都在那边拍照，对他们来说非常神奇嘛哈，都是名牌店
排队排，每一个游客外国人经过了都拿着照相机拿着手机在拍照，对，你要变成那个对比啊，今天是中国人买东西，外国人拍照哈、啊，来围观我们这样，那个景观是蛮厉害，蛮好玩的。他们买不起嘛，老外。其实老外特别抠，我你觉得抠什么意思？我觉得老外好像花钱挺抠鼻孔，挺吝啬的，对，特别小气，特别小气。到北京，老外去秀水街去的最多，这种打折货。你哎，你说他们也是两面派啊，整天讲自己这个价值观。打击假货，打击假货。实际上，他们到北京买 A 货的地方竟是外国人，是吧？他可能抱着这个心态来，所以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去看一看嘛。我觉得是每个心态的问题。奢侈品本来就没有人是排队去看奢侈品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没有办法。我也是曾经是拍照的那一个人，我也没有办法接受。而且 LV 我还可以接受说，好吧，一个皮包两三万，可是我还看过在名表店也要排队，就是 Cartier 什么，那个是卖表，一个表二三十万。你怎么可以排队就是买一只二三不止一只可两三只这样子的买，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情。在他们都跑到意大利罗马去买，你知道吗？买完了他都拼不全这个表的名字就是问那个，我看采访那个意大利的店主，就是说他们唯一的一句话，就可能是东北人吧，这有面子吗？这是不是有面子？有面子就买二十块。对，就是这个，我们以前在节目也谈嘛，内地同胞很多去医院整形隆胸也是嘛，不问那个形状物质，只问贵的，哪一个隆胸的最贵的，我就隆哪一种形状哈、啊，都要以贵为上。可是说这个特点也不仅是中国人嘛，我记得十多年前、二十年前，日本很有钱的时候，在夏威夷，在美国 LA， 全部名牌店门外都是小日本，日本人都在排队，都在买。整个亚洲人对于名牌东西这个商品，好像是有一个非常狂热的喜好哈。现在去中国人去旅游啊，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目的，我不知道又听你们旅游。你比如说我们黄金周啊或者什么的，过去旅游真的就是去什么风景好的地方。有点钱了就感觉去欧洲哈，我发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，就是 shopping 什么的血拼购物成了一个旅游的目的，就是啊，我上欧洲旅游啊是买东西去的，是，这是一个目的。但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，我有朋友最近也是在这个假期之间他去了马尔代夫，可是马尔代夫不是要去 shopping 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，但是他一走出抢救性旅游，对，他说一走出去那个什么饭店全部都也是大陆人，然后他们来的目的也不知道马尔代夫这个地方到底好在美在哪里，他们为什么来，就是他说哦，因为这个在国内只要说小岛旅游最贵哪里，马尔代夫嘛，因为要飞十几个小时，然后那就去这了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马尔代夫要来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成了什么，但他旅游变成也是一种奢侈，就是奢侈的象征，就是说我有钱我才能旅游，所以我只是回来告诉你说我出国了，但是去那个国家你感受到什么了，你真的放松了吗，你看到鱼了吗，或者是你真的享受到蓝天白云吗，这不重要，重要是我回来可以跟人家讲说我有这个票跟我去过了，证明我有这个钱，真的是这样，是吗？真的是这样。那也没办法，因为出去旅行啊哈，通常是旅行团呐、啊，现在在大陆哈、啊，就像有点像70年代的香港，全部是旅行社给你做广告，给你洗脑，给你安排的，你几乎没什么选择。你进去旅行社，你要么就是，除非像你们年轻力壮哈、啊，有了懂得去算计自助行，不然的话最简单嘛，它只有一二三四五个选择，你不去马尔代夫没有其他选择。就像70年代啊，香港人去旅行有个次序的。最先一定是去菲律宾 ，OK， 最简单，旅行团最便宜，1200块，七天六夜。去完菲律宾，第二站去台北 ，OK， 或者说高雄，之后呢去曼谷，然后韩国，基本上就是这四个地方，然后慢慢才开始自由行去中国其他地方。现在中国有点像70年代刚开始，其实是整个旅游产业在带动大家旅游的习惯哈，可能要过了一个阶段之后，大家才把什么叫做旅行这种事情这种知识哈掌握回来，还需要时间。但是你说香港人出去旅行、他们又去干什么呢？
我看就是美食之旅嘛，嗯，对，就是哎啊，水油面好怎样，是吧？香港人就是哎那个什么，导游一讲点什么，这个很美丽啊，这个很什么某广啦，有嘴巴啦，就是不要讲了，就哪里有什么东西吃啊？其实我觉得老百姓旅游是不是就是去吃的？对，不过旅游也是，你走出去你才可以。吃一定是每一个人出国旅游很重要的一环吧，我觉得。要是我出国，我也是觉得吃很重要，然后，住很重要。你看我多高级，我甚至都绝食旅游。嗯，因为我要是去了一个什么地方啊，我就觉得时间不够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这个人是可以一天不吃饭的，哦，一直走我也不累，所以我就很讨厌身边的这个人他们要吃饭。一吃饭两个小时又过去了，我们就看嘛看嘛，一直看到他关门，我们再去吃一顿嘛，就这么吃胖的。每天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咱们这个假期啊，也就看看这个各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。我们还有几张照片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，就是有的时候人也要忆苦思甜呐。不是，你看这个时候，就说咱们这个中国游客啊，他们是多么的会旅游啊。这不是神仙池吗？很多人把这个硬币不就扔到水里边吗？嗯。我们中国游客呢，钓鱼那个绳上啊吊块磁铁，你这。下去把这个硬币啊这样全都吸上来，你看旅游不忘创收，你要他能弄好多硬币回家，真的太聪明了，哎，这个也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游客在纽约这个叫股票那个交易所，你知道那个牛，那个大牛嘛，在上面他骑牛这个照相，所以中国人牛嘛啊。然后您再看为什么我说要忆苦思甜呢，大闸蟹1945年的上海贫困家庭靠吃阳澄湖大闸蟹度日啊，没有粮食啊，只能吃阳澄湖的大闸蟹。哎呀，美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对呀，啊，当然啊，我就觉得这个，你看这个有一些时候这个话呀，比如说讲大陆游客怎么怎么着哈，嗯，像你们说，嗯，你是香港人，你是台湾人，你们说他们可能就不高兴了。哎，就是听不得外人说，嗯，但是我觉得我说呢，嗯，他们也不会高兴，可是我是要说我觉得大这个游客，哎，有些事情你说是偏见，比如说那天有个妈妈跟我讲迪士尼香港这个迪士尼乐园，他们就是，小孩啊，不是小孩会走得累吗？在迪士尼乐园有那个租的那个车的，对，好，这个妈妈租了一个车让小朋友坐上去嘛，坐上去然后到一个过山车的地方，妈妈带着小朋友去坐过山车，坐完了回来车没了，正跟我说那么他跟我一描述这个情况，我就说这个就是大陆游客干的，嗯，好，那么你说我是歧视吗？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同意我的感觉，就觉得像是大陆游客干的。为什么现在是说是内地游客，但我也承认台湾在刚刚开始经济发展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说台湾游客出去也就是被笑的这一群，也是说在经济发展你的钱多，但是你的知识还没有，或者是这个人民的国民素质还没有跟上该有的一个礼节的时候，或者是跟外来的文化会有冲突的时候，难免都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怎么那么没素质。我知道我在日本的时候，日本的导游就常常小时候我就听到印象深刻的笑话，他就说千万千万在日本人是很守规矩的，他们的那个饭店里面一定会有冰箱，冰箱里面会有饮料，大家如果拿了喝请大家登记，上面有张单子登记说你拿了几瓶，
那以前的台湾人绝对不会登记，我拿了这个等到 check out 他们还是谢谢 sayonara 的时候呢，回去看，哇，所有全部你都没有付钱就走了。后来呢，日本人就学聪明了，他就把这个冰箱呢变成是那种感应式的，只要你拿走，他那个 sensor 就会响，所以他自动的那个大堂就会知道你拿走一瓶。然后呢，这个台湾人就更厉害了，他们就说那台湾人怎么办，他就拿直接把这个打开插根吸管就这样喝，那他又不会拿走啊，但是所以那个 sensor 不、哦、他就不会计价钱，所以这是同根生啊，台湾创意产业。可是这个对啊，你说文涛说起歧视哈，有些话我们都明白也真的不能讲，因为一讲就伤感情哈。对，像比方说曼谷嘛，曾经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很多观光景点就挂了牌子啊，写着中文，要叫人家不要乱踏草地，不要乱拍照等等，只写简体中文 ，OK， 不写繁体的。那坦白讲，从内地来的游客可能就不爽了哈、啊，就那会儿是不是针对我们这样子？对。所以那个，可是你说他不写吗？又他总要想办法保护他们那个地方嘛。而且你出去旅行呢，很好玩的。假如讲到两岸三地，我有一个观察。假如在外国的飞机场里面，你看到柜台有人有华人在吵架在骂的时候，你相信我，99%是从台湾来的游客哈、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内地游客啊，比较说现在这几年才开始去旅行嘛，有时候语言不太熟悉哈、啊，会比较乖的，比在内地旅行乖很多啊，乖乖的、啊。有什么吃亏的事就算了，吃了闷亏啊、不去争。那香港游客见太多了，去旅游经验太丰富了啊，也他明白什么时候可以争，什么时候不争，也比较懒得去争哈、啊。可是台湾呢、啊，我不晓得又廷同不同意啊，爱拼才会赢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好像觉得我见过世面了、啊、哈、啊，我懂，我也会一些英文，然后出去呢就不能被欺负，而且台湾人有个特点。很容易觉得自己被欺负了、啊，是，对，动不动就觉得就被倒民心态啊，是吧？对啊，所以你假如在飞机场里看到有人在柜台骂，或说霸机啊，霸着飞机不走啊，通常99%是台湾人，非常准确的。所以啊，你有的时候我觉得啊，说是我觉得甚至啊，你也不能说是中国的游客呀、啊，他就真的说坏，他倒不是坏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个我觉得是个文明程度，就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习惯于啊，不是，哎，有一件事儿，就是说，你看，从农业社会啊，慢慢的过渡到现在的城市社会啊，它其实有一个什么呢？农业社会，你想在村里啊，我们的界限分不太清，是，其实这是根本问题，就是他习惯于啊，我和你，其实有人说这个什么叫文明？文明就是过去说个人的界限，是个人的财产，个人的隐私，大家互相之间分得很清楚，其实生活也不见得好，可能更寂寞，但是可能就是这样。可是你看农村社会显得很热络，你的就是我的，对吧？我的还是我的等等。但而且呢，有些时候你比如说这种爱占小便宜是就挺讨厌，可是你也能够理解，也能够谅解。你比如说啊，我们那边说请这个护工，那个照顾病人的从农村找来的、你说他吧，哎呀就讨厌。为什么讨厌呢？就是都弄点什么，他也不是偷你大的。你比如说你要给病人准备了20个饺子，是吧？他一看你家属不在啊，一弄头能放自己嘴里放一个，你说你怎么都在讨厌。咱们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是心灵的旅行，唯有专业保障方能享受路途。天平保险，自在出行。尿频、尿急、尿吐，就用三金牌三金片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候鸟，起飞去向自己的海和海边的泳池院墅。全球候鸟度假地10月发售，中国威海。
哎，又婷现在还有购物秘籍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是吧？不是我购物秘籍，而是我觉得全世界应该都没有人比中国人聪明。因为最近那个什么，我听说在深圳开一家很大型的这个 H&M， 就是购物商场，很便宜的衣服，但他们有个全球策略，就是三十天里面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件衣服，或者是你觉得太小太大，你可以维持标签，你就拿回去退货嘛。结果他们说现在深圳有个奇怪的现象，就是大家都去买，买了以后呢，他就把标签剪掉，拿去穿。但是标签留着，穿了25天的时候呢，他就在把标签去那个什么罗湖还哪里，就是买那种专门打标签的那种机器，再把标签打回去，然后以为是新的，但他已经穿了25天没洗。拿到那个店里面去退，然后换新的回来什么的，然后所以朋友就一年可以穿12件的，是吧？不止啊，他看他就是花个大概几百块人民币，他可以无限制的穿嘛，就穿最潮的衣服。然后所以那为什么？因为朋友跟我讲，他说啊，你不要在这个深圳的这家商场买衣服，他说因为你买到的可能是人家已经穿了30-40天都没洗过的，然后所以呢，他说你不需要在这里面。那个商店应该会检查了，假如没检查的话，两个都是错。那个中国人不应该这样做，可商店要检查，但他会发现商店训练人员的素质，还有那个，因为他说他们那边每天都是也是人潮，没错，满满满满的管理系统，这种事我做过，说起来惭愧，我十多年前在美国嘛，穷留学生嘛。我们通常去美国是买一个东西30天以内，对啊，不问理由，随你换，随你退哈。我们什么都这样用，用到第二，你刚说25天是吧？我们更差，用到第29天，什么电脑用品这个那个哈，甚至我最夸张的一次，哎，说起来惭愧，连袜子也买了，穿了29天，拿去换的呀。家庭现在的脚气是你留下的？没有我。道义有道，我洗了一下，洗小小的，用温水很细心洗了一下。那网友去退的时候，那个人随便拿来看一看，对啊，他看到有个洞，那袜子里面有个洞，怎么会有个洞？问我，我说你穿过吗？我当然死不认。我说没有啊，就是因为有洞我穿了。对，会啊，对，理直气壮。放在那边了20多天，我现在终于穿了，有洞，你们怎么搞的？用我那种破英语跟他讲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还是说中国人会过日子。你知道那个宜家，你见过那个照片吗？宜家那个床啊，每天下午都有在那儿睡觉的，夫妻俩睡午觉，有的还脱了睡，然后他还要舒服。然后宜家说有会员卡的，星期二四，反正在上海就是星期二四下午啊，你可以喝免费咖啡。嗯，然后呢，你看上海人都会过日子，老头老太太相亲大会。就选在周二下午在宜家的免费咖啡区，宜家也不能赶人，你知道弄得最后说我们周末才耗2箱那个奶精啊和咖啡，星期二下午要6箱都不够。老太太们还你看特会精打细算，这还征婚。台湾有过是什么中元节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普渡拜拜的时候一定要很多这个什么面啊方便面啊饼干啊，这样一箱一箱一箱的买。对，他们说但是到中元过后就会出现这种退货潮，对，连祭拜神明都没有太诚意，不是真的买到之后全部拿去退货退钱回来，但是买很多。其实你说在节约型的社会，这个是不是也应该倡导？这个其实这个也是好，对企业来说，它提高它的形象，因为你总有一天会买它的东西，它是整体来看，而且长远，而且也训练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你要想到我们中国人多么会琢磨钻空子。